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吃饱了，现在时间才一个小时而已，我们准备离开。因为刚才也剩下一碗粥，还有流沙包，需要准备外带。啊，吃完点点有吃饱吗？有，那。今天吃了他的那个，这个叫做捞丁吧，捞丁就是他的面吧，葱油鸡，那葱油鸡蛮嫩的啊、哦。那这是点点心，是香港的，叫做丁丁松、哦，这个是广东话，中文会点点心，点心，丁松是点心的意思。Okay. 然后它的 logo 是一只猪，哦，真的是猪哎、欸，我刚才没。好，一只猪，真的是一只猪。那我们刚才点的，我们刚才点的那个包子就是这一种，哦，流沙包，就这一种流沙包，就是一只猪的。就我们刚才点的就是玉香萝卜仔，然后还有香煎这个猪仔流沙包。对，因为这边可能就是它的名菜吧。对。OK， 功夫虎掌饭我们吃过。对啊，那这是外带的。外带的。开心哦。开心。祝大家周末愉快哦。好，周末愉快。